头有个皮，红的发就红了。凉哈，什么呀？看嘟嘟的水呀、啊，给它弄个位置，还是得这样。你煮的是不是这样？你把这里米米团子。米团，弄宵夜吗？啊。对，就是不能。特别是小根，那长了肯定要宰。如果说你这个刀口都削不动，就绝对不可能不要。一定要把那个弄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品质很重要。漂亮的，妈妈是吧？你也谈上个意思是？这哪个孩子会忙？不累。这，你能吃吗？我刚。